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啊！吃饭，今天吃的是红烧猪脚，还有我们的红烧茄子、南瓜花、虎皮辣子、萝卜干。先来个大猪脚。今天咱们的霉豆腐来活动了啊！对，一单减四米啊！好多人在整我们霉豆腐的活动哦。霉豆腐有瓶装的，还有坛装的，香辣味、麻辣味可以选啊。这个坛装的里面装的就是2斤的，一单发两瓶，一瓶的话是210克啊，特别好吃的霉豆腐。你给我呀，我等半天了。下饭菜啊。对，哇，你看这个霉，咱们这个霉豆腐的话已经完全熟好了，对吧？嗯。哇。哇，好好吃啊，这霉豆腐啊。真的是软绵细嫩的，很香醇。咱们这个香辣味的话，可以选辣度的啊。太好吃了。香辣味有微辣，还有特辣的可以选。麻辣味它就是特辣的啊，就是特辣的，好吃，能吃麻的，配麻辣味口味更重啊，更香更好吃。对，配饭吃，配面条吃啊，配稀饭啊，炒菜什么的都可以啊。咱们家这个霉豆腐也不是特别咸的那种啊。对。香香辣辣，好吃啊。好吃。重要的是它是活动价格。对，放这里摆个看一下啊。吃的话你们一餐吃个半坨一坨就够了啊。你看每一块霉豆腐，你看你们说的话啊，这样夹起来很软绵细嫩，就熟得特别好啊。而且巨下饭，真的好吃的霉豆腐。看看咱们瓶子里面的，啊，被夹烂了，然后把它吃掉。这霉豆腐的话，你们收到货就可以去吃了啊。如果你们吃起来还有点硬的话，就可以放一放，放个7到10天。像我们这样子这样软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去吃了啊，真的超级好吃的。对。早上配个粥，配个面条。下个白米饭，霉豆腐配料表示特别干净的啊，而且选用的是咱们的湖南白皙镇的豆腐啊，白皙好豆腐，走遍天下府啊。这状态特别好啊。很香的，很好吃的，美味。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吃的是这个麻辣牛蹄米粉，哇，麻辣牛蹄筋，对，现在这个牛蹄筋，这牛蹄筋是越吃越好吃的啊，跟细面条一样，香辣脆，还有节节脆。来个牛蹄筋，这太软了一点，
太美味了，好吃。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今天吃的是牛百叶米粉，好久没有吃这个牛百叶了啊。对，好香啊，你们七上八下烫了一下，然后跟贡菜一起凉拌啊，特别香，香辣脆，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不吃节节脆，节节脆也吃了，这香辣脆要更香一点。你们这个米粉可以做汤粉、炒粉、干拌粉，我吃的就是干拌粉，好入味的。还有一个肉肠，好好吃啊。这个是牛菌肠，太好吃了。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今天吃的是这个卤冒茄子，香香辣脆，虎皮辣子，
一整天鱼了呀。对，昨晚开始下的，一直没停过。二十二。这火腿辣子放的都吃更香。越下越大了。太美味了。下手上来了。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推荐一款萝卜干啊，我们这个尝试过了，每一瓶是230克的大分量，这个是5.9一瓶，8.9两瓶，这个价格天花板了，对吧？嗯。有微辣的啊。对。这种是微辣的，我这一瓶是麻辣的，嗯，230克的话分量不少了，哇，我说定给我留两个，嗯，哎，妈，嗯，配个包子吃挺不错的，配个稀饭都可以啊，嗯嗯，当零食吃。嗯，配面条，平常配面条吃不吃？配个稀饭。嗯。刷视频的时候当零食啊，一边刷，一边吃，嘎嘣脆。嗯。萝卜很脆嫩啊。辣度不是很高啊。嗯。就只有微辣口味跟麻辣口味啊，嗯，好吃划算。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来凉拌一个凉皮，咱们这个凉皮的话，19.9到16包，有红油的，还有麻酱的两种口味啊。咱们现场拌一份，这个东西是非常方便的，对吧？你们现场啊，把它倒到这个碗里面啊，拌一拌就可以吃，无需要任何加热，很方便啊。先把这个红油啊给它浇上去。特别好吃这个凉皮，对，我比较推荐这个红油口味。嗯，再把咱们的醋包啊给它倒进去，对，再把我们的蔬菜包啊，这个就是葱花芝麻包，给倒进去之后啊，咱们给它拌匀就可以吃了，这个东西是真方便啊。嗯，你们咱们这种天气吃凉皮的话就不需要任何加热啊，你们冬天吃凉皮就加热一下，这个天气就不用啊。有两种口味啊，一种是香辣红油凉皮，还有一种是麻酱凉皮。对，这拌出来好有食欲，兄弟们。比较推荐这种红油的。对，一包是310克的啊，大分量。它虽然看起来好像红油很多啊，感觉很辣一样，其实这个也类似于青椒，不辣，对吧？微微辣吧，也不能说完全不辣啊，微辣的口味。嗯。这就是一包的分量，一包是310克的大分量啊，嗯。还没有拌开，其实拌开一点更多一点。嗯，它有些还是几根连在一起啊。咱在家的话，可以那个加点黄瓜丝啊什么的啊。对。这个这里面的这种真的好吃啊，这辣油什么的绝对够用、啊。够味啊！你看这拌出来的碗底啊，碗底都特别漂亮啊。嗯。哇，来一口受不了了。嗯。粉皮劲道，好吃。
这种天气直接拌一下的话，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。这就是它原汁原味的效果，而且口味特别好。我们是什么都没加啊？对，我们在家可以加点黄瓜丝、豆芽菜啊、面筋啊，是吧？嗯，香菜什么的都会加一点啊，还在吃啊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夏天吃凉皮比较舒服。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早上真的是烧麦。嗯，好吧。那这个好像是芝士的。给你。你吃芝士的，我吃那个。肉松的，哦，烫啊，对，有点烫。芝士拉丝烧麦，我说是肉松的，有四种口味啊。对，还有一个猪肉跟咸蛋黄，就蛋黄。嗯，就这个早上吃一下，真舒服啊。嗯，皮薄馅多。这猪肉的，嗯，猪肉的，啊，那这个是猪肉的，这个是猪肉的，是咸蛋黄的，看一下，咸蛋黄的就是一个蛋黄，嗯，你把这个猪肉馅打开啊，你买那头猪肉的，这是猪肉馅的，它这猪肉馅的就是整块猪肉啊，不是打成了这个肉末对吧？嗯，真材实料看得见，突出的就是。嗯，在这啊，没有多大一块。我咋说找不到这块猪肉了、啊？嗯。你们可以四种口味一样一包，它每一包里面就是四个，对吧？对。嗯，好吃。嗯。